勞工局澄清，接受一批菲律賓籍護衛員投訴的時候，沒有同人力資源辦公室互相推搪責任。林永賢報道。勞工局表示，這一批護衛員只是查詢較早前投訴的跟進情況。勞工局是最初接獲投訴後，已經向人力資源辦公室索取涉及的勞動合同文本。勞工局強調，與人資辦有良好的溝通合作機制，任何勞資糾紛，包括內地僱員遇到任何勞資問題，都可以去勞工局查詢又或者投訴。二十幾名菲律賓籍護衛員日前到勞工局投訴，同時要求查閱任職公司的外僱合約。護衛員說，勞工局指合約已經移交人資辦，但人資辦則表示外僱需要往勞工局投訴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榮賢報道。